战斗警报！快起床，穿装备，快！抓紧时间，穿衣服。 宝贵，宝贵，宝贵，快起来！任务警报，快快快快！这都几点了？宝贵，这怎么还睡啊？任务警报，快快快，快起来！啊，你快点，你快一点！是嘞，你等会儿吧。快点！哦，快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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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
我要你们每一个人记住这个警报声。从现在开始，它将在每天的24小时之中的任何一秒响起。当警报响起的时候，无论你们在干什么，都必须第一时间整装出发。对于遇难者来说，它是死神敲响的丧钟；但是对于我们霹雳火来说，它是我们战斗的号角。明白吗？明白。 飞什么话？怕死的留下，说谁怕死呢？说你呢，飞行员。快！我告诉你啊，飞行员是头不能乱打，知道吗？老虎的屁股都摸得，你的头摸不得。关键组跟我上！一两组，跟上！是。走。我这奇了怪了，我这怎么莫名其妙就变成指挥员了？黑幕，一定有黑幕！快快快！后面跟上！ 放松。哎，怎么样了？哎呀，这个情况呢，不是特别理想。找到飞行员了没有？这怎么说呢？找到了一部分吧。什么叫找到一部分？到底找到了没有？你这个问题我很难回答。哎，不如你们自己进去看看，行吧？ 真的假的？猪血，新鲜的，做的这么逼真！天哪，伤口处的断层和骨骼都做出来了。
看看吧，这是刀砍的伤口。他们是在这里动了心，他们抓住了我们的飞行员，对他们动了心，还砍了其中一个的一条腿。我就搞不懂了，你这是一个训练吗？搞这么逼真干什么？这他们是狼牙，他们认真干什么？我知道他们是狼牙。我心里难过，知道吗？我也是飞行员。他们就是想告诉我们，别让我们抱有侥幸的心理，一切都是真的。现在，临时指挥员同志，你能告诉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吗？我命令，立刻召集我们的机组。啊，没了，不是，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。哎，这个具体方案是什么？具体我知道，你不是害怕，你是一时脑子断片了，没见过这种情况，对吗？那现在可以让我来指挥吗？我命令，呼叫支援组向我们靠拢。我们要继续深入了，各个组不能分得太散。是。呼叫支援组，迅速向我们靠拢。有情况，快！来！等他们到了，我们再进去。哎，这就跑了？我们怎么办？要坏事了！呼叫支援组，迅速向我们靠拢。攻击组，跟上，快！你们这帮人真是！哎呀，我这不血光之灾吗？这不，哎，你们等等我！等等，肯定有埋伏！等什么等？你没看我们的人挂那儿了吗？那是诱饵！把狙击步枪给我！